信息是政治，是人道的艺术，是感到大事。哦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真欢喜，搁一边甲咱伫遮，三个敬拜上帝。政治是人道艺术，我会记是八月份已经讲过，但是这是下集。所以用同款来讲，为什么我要用这个地方呢？来纪念咱阿伟伯啊！因为伊有讲一句话，那个叫做“民之所欲，用长在我身”。原文是 “I do it with people in my heart”。我讲这个翻译非常好，非常好，要安尼先译。一个人会影响历史，人是上帝同工。在台湾近代史，如果没有你这位总统，我看没今天的这个政治的现状。那我今天讲到政治是真的艺术，就是根据民之所欲，用长在我心。我的心中要安怎样为我的同胞来做代志，会当换血塞人实验。咱常常听见真侪保守的教会安尼是讲，教会基督徒也是教会牧者，基督徒唔通插政治。我看伊无读圣经，即使来研究圣经，圣经是非常政治。我自己二时代第一对创世纪啊念到启示录拢总会暗念，创世纪出来就伊离离民数是甚物呢？即个摩西五经历史。讲起一个民族安怎样建国，安怎样对巴勒斯坦，安怎样进入埃及，安怎样做四百五十年的奴隶，安怎出埃及，安怎伫旷野流浪，安怎出一个民族英雄约书亚，用个游击战术占领迦南地，啊伫迦南史书领导奋斗两三百年，啊然后建立联合王国，只有三个王，色罗代笔。阿个斯，个斯罗文，斯罗文的囝非常不孝，结交南王国、甲北王国，就分裂这两个国。北王国十支派真强，土地真肥，北以色列国。南王国犹大只有两座，一个已经圣殿，收入主要是靠宗教祭奠，老祭孙也来收入。繁荣的国家。以色列国，公元前720年，我阿斯帝国灭亡。南王国，安尼奈咧奈咧，奈个公元前582年，我巴比伦帝国灭亡。到底公元前536年，波斯王哦，这個、塞勒斯 Great， 那个这国咧，那个塞卢斯，以怀旧政策，和犹太人登去建国，登去。不是建国了，做主题曲。咱来看伊斯兰尼比伊斯啊，迄个圣经内面咧讲这，圣经足正的。所以五经以后，约书亚嘛是真正的，安尼有奋斗哦，战争这是一个有战术。说落去，十分以上下关，佫开始足正的咧讲王君王的历史，你往上下关佫开始，你来继续上下关也是。过来跳过先知书，以赛亚、亚利米、以西结，这是伊的迄个作品真济，叫做大先知，唔是大小了啊。这里先来先分类啊。啊，何西阿用伊阿摩斯约巴底，用那米迦这个撒加利亚、马拉基啊、拿鸿这个撒加利亚、马拉基，十二小先知，专门拢总是先知书。咱若看汉文，这个汉文真费气。我咧读圣经，汉文是文的字，一字吼几啊款意思。啊，若外文吼，啊是希伯来文，伊若句较简单，是音的字啊，讲出来就是意思。啊，所以受之非非啦，啊，受之非非。啊，咱知影这个以色列人的建国史，是一场的苦难史，真正的。后来无想讲耶稣。也是真正的，
咱读连章的圣经，一章是新约路加福音书四章十八节，我今仔将夹入经十九节。耶稣伫个故乡拿撒勒的会堂，开始咧传道的时阵的政治宣言，就是引用以赛亚六十一章一十到二节，主的圣灵到我，叫我同你去送上人。伊找我去把遐政治犯遐收起来哦，收起来就是政治犯的蒙古王爷到外国去做奴隶，苏联国民的政治犯，讲你要得到政治犯，你着偷绑，受压制就是被殖民者。像咱台湾人个历史安尼是被殖民，要得到自由，善良人你着听好音，军富啊，真军富这个国家啊，而且青年一看去。啊！遐百姓吼，敢若有当食，有当佚佗就好，毋知影即个民族的命运。去看个痴迷的，要去就看去，重建，横看去自由意义。即句话耶稣甲藏伫拿撒勒个会堂底下来读，就是表示讲我的福音的内容，就是上帝国。所以我即马拄啊准备，我若咧头壳歹歹去吼，想要写一本册耶稣。上帝国的政治家，所以耶稣是足政治，用这句话来做伊的宣告的宣言，你真无简单。用以赛亚的话哦，对这开始，这个题目我的第二部分就要用人物做中心来思考这个问题。一个人会讲起这个要紧的假期，伊拢有经过一段真痛苦的经历，有听伊民族体的国家。这款的话，甲讲会出来。第一个就是以赛亚，但是咱读这个以赛亚书，啥人唔通袂记哩？以赛亚唔是一个先知的作品，先知伫古约的意思，唔是用汉文，我主要讲汉文，真费气。李博先知迄就无意思，先知就是国家命运的守望者，或者先知，替上帝讲话的人，就是古约先知。唔通用汉文去了解讲李博先知，迄就差天甲地。以赛亚书至少有三个作者，我要写一篇稿吼，政治是真多艺术，有甲台南市人伊个教授，吼英明哥啊，人讲过先知，哈，英明有参详过，因为这个学者讲至少以赛亚书六十六章足长的一本以赛亚书，不是一个人写，至少有三个时代三个人。第二个以赛亚叫做耶路撒冷以赛亚，也未亡国，一章甲三九章。第二以赛亚，有人讲是四十章到六十六章，因为四十章开始讲有得叫伫旷野的修直主的路，哦，弯曲的路就予伊得坎坷的，就予伊平。哦，因为主要来的，迄就是准备要登去故乡，哦，波斯王的时代啦，迄个先知，四十章到六十六章，但是有学者讲唔是，咱所读这章，以赛亚六十一章一十到二十，是第三以赛亚已经登去啊，哦，我过先知哦，因为啦，啊，因为遐咧讲讨论讲这是第三以赛亚已经登去故乡，和波斯帝国的皇帝。这个怀柔政策，让因回去重建自己古时阵所讲的新的政治，要有人道主义的品质，才会用。所以，要让政治犯一直偷棒，无受压制你的自由，无善良人一直听福音，宣传主欢喜你，来这款的国家。所以，要建立一个人道吼，政治要有人道主义品质的这种艺术。所以这个以赛亚真伟大，但是咱难明。这顺吼第三以赛亚，在伊个文章的内面，第三以赛亚是五十五章到六十章，有四篇受苦的罗卜的诗，咱真少注意到。包括一个民族会出头天就苦会起，这个先知因为苦过头，所以写这个。受苦的诗，我伫遮个来重述一遍，因为咱有真侪话要甲咱讨论，哦，唔通解释想清楚。这个受苦的先知，假定讲伊是第三以赛亚，伊写四首，哦，还是第二以赛亚受苦的诗。第一首是讲罗伯的受苦，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在甲伊受苦，
这跟台湾人的想法不同咯。想靠其他路被宏观啊，恁做官啊，歹接待，这报应啦，报应啦，唔免去甲参加。哎，受过萝卜，伊的观念不是安尼想。一个一旦为着民族做伟大的代志人，来比其他的人受较济苦。所以，受苦萝卜的受苦，是要彰显上帝的公义。这记载在以赛亚书41:30-40。受伤的罗德，伊无要压制；被坏的火，伊无要拍死。伊凭真实将公义传开，伊无灰心，嘛无失胆，直到啊，伫地上设立公义。有一个公义的国度，就是将政治当作真道艺术才有可能。第二首受苦罗伯的诗是记载在以赛亚49:60。伊讲受苦罗伯，受苦为着人民做代志，受苦的政治家，伊会彰显上帝的救恩。伊安尼讲，你做我的罗伯，和雅各政治派又十二支派来复兴，和以色列得到保全甲恢复，这还个小代志哦。我要搁要互你做外邦人的光，一日未做个复兴，台湾将来呐，即摆已经民主化，要做迄个野蛮的中国共产监管，做伊个模样啦。台湾人得做一个世界光来应用因，哦，要搁安尼做哦，互你施，互你会当施行我的救恩，唔忘将来台湾来做施行上帝的救恩到底第几？这是第二首受苦罗伯的诗，第三首。受苦萝卜来忍辱负重啊！唔通干那要开挖，啊要歪歌安尼就好，就爱忍辱负重。所以这个第三首的诗记载伫以赛亚书53:13-19。人打我的脚趾平，我予伊打；人背我的喙手，我予伊背；人侮辱我，我呸骂，我无黄面，主耶和华帮助我，所以我无惊见笑。请我做伊个，甲我三斤，什么人甲我争论，会当甲我三脚徛起，啊，徛立，脊椎甲我作对，可以就跟我来，主要我帮衬我，什么人会甲我顶罪？所以一个伟大的政治家，唔惊艰苦，唔惊人背叛，唔惊人欺负，唔惊人侮辱，这款的思想吼，伟大犹太教。一身体才讲会出来哦。第四首影响第一大，影响耶稣，这是咱讲第一个以赛亚的。第四首的诗，以赛亚书52:13-53:12。这个印度的诗人，这个 Rabindranath Tagore 用伊的 idea 来讲去伊 explain 迄个伊的诗。代表来讲，伊虽然担当咱的忧患。为咱的苦痛，咱搁了这一时受责罚，这个政治家受责罚，互上帝打。但是什么人知影？伊为着咱的罪过受害，为着咱的罪孽来抵偿。伊受刑罚，咱就着平安；伊受鞭打，咱就着医治。咱像羊白路，达人行家己的偏路，要我互咱众人的罪过拢归伫伊的身上。伊互咱欺压，伊受苦的时无出声。伊像羊红胎个。看到受害的所在，佮像羊群，伊进门的人的面前袂出声，伊嘛同款无开嘴。但是同世代来治罪的时候，伊会受鞭打，互外人的地受践踏啊，是因为我的百姓罪多呢，唔是啊。伊虽然无惊强暴，嘴嘛无开闸，抑佮伊佮歹人同谋，佮歹人同台。所以一个伟大的民族的领袖。是安尼生的受苦，所以以赛亚有这款的、有这款思想。其实巴比伦的宗教也有啦，伊人受苦，伊人受苦，要别记就是对他所受影响，才有这款作品。后来，这个就是咱所知影以赛亚，伊的政治观是第一个，讲的政治是人道的艺术。这就像朱国前日讲迄个国民党的政治是国民的骗术，啊，上典型的就最近安尼，我们罢免迄个韩国瑜，啊，霍进来人助记高雄发大财，高雄才是真悲哀，不能发大财，啊，什么什么爱情摩天轮，讲甲一大堆，
啊，之后咧做迄、那个咧跋筊场、赛马场，那是空嘴无舌，哦，是嘴子的政治、口水的政治，真无路用。但是咱台湾人，这就是伊赛亚、先知伊赛亚，甲咱的启蒙。啊，这个伊赛亚的话啊，影响耶稣足大。所以第二位，我要介绍的是耶稣。你来研究这个新约的历史。耶稣的出道的诞生，有一个伊的身躯，听说约翰，咱唔通袂记哩这个人。这个人讲话真直，真侪人对耶稣的遐知识分子拢去就近哩，讲哇，你讲犹太人上帝选民是独裁类啊，自主的建立在哩去派，啊，我变安那样，你有希望啊？伊讲真强逼，我用吼。用水把你行洗咧，但是对尾我来，啊、哦，伊唔是哦，伊要用圣神把你洗。哦，约翰无提供，耶稣若无约翰，但先做半年工，伊袂遐出名。所以咱讲到耶稣的时阵，咱爱讲去开路西方，给这个 John the Baptist， 这个行洗的约翰。主耶稣的出世，跟咱摩西同款，婴仔时代天天就死，对你都哦。我这个法律的公主救起，但是咱的耶稣，咱所信仰的耶稣，伊予咱一个伟大的神官，这大家基督徒千万难袂记哩。咱咧读圣经的时候，你有看伊古约圣经的上帝真歹找无？万主的主，万王的王。其实这句万主的主，万王的王哦，用伫上帝称呼，才是唔对啦。那是巴比伦帝国的君王。阿斯帝国君王、波斯帝国君王征服万国，啊，征服那万国可以征服，就是万主的主、万王的王嘛。啊，但是咱的认识讲，万主的主、万王的王是上帝。耶稣甲推翻，古约的上帝足歹找，祭司嘛找袂到呢。到祭司头一年，甲去祭献所找上帝找一遍，搁黄面袂使看，看会死，会电死。这歹找的是到底耶稣，有上帝好找。所以耶稣予咱的影响就是新观的改变。上帝是一位父亲，你办了万万主的主，要找蔡英文就足困难啊！要找办了万万主的主，啊，找天父，上帝来当作老爸就好找，求就好灵，所以就拄到拍门就甲恁开。所以耶稣的新观的改变，就是上帝好找。对这个新观开始演绎。伊要建立，所以基督教咧讲福音，福音即个 gospel， 但是用伫上帝讲嘛，上主的角度啦。伊上主的角度内面，人类是听伊什么？伊上主角度内面，一个角度用这个政治用语来形容福音的内容，唔是无意义的。上主的角度是人心，人心若叫上帝了解，上帝。那个自身在伊内面发生作用，互你知影什么是是，什么是非，也即时有起。上帝国变故以外，耶稣甲咱讲，上帝国的经律有两项，听，这阿加贝哦，这个希腊文咧听四字啊 ，eros 就是信仰的听 ，eros 就啦，这无够，再来。所见伦理界的听，夫妇间的听，伊是夫妇合法的，这个也真普通。再来，咱咧读地下 philosophy， 是对地下来，对这个希腊古来 philosophy 啊 ，sophy 啊是地位 wisdom，philo 就是一种听地位的听。圣经甲咱讲的听，第四句叫做阿拉伯，这个阿拉伯的听是无条件的听，听人唔愿意听。听对个听侪人，你看咧听，也都听落去。上帝听就是安息。耶稣甲咱讲，上帝听就是阿爸爸听，听对的。但是基督教甲咱讲听对的，古约有一句讲，听主比像家己。你若读这个《Life for Me》吧，伊这个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， 伊讲正义就是一个 necessary evil， 必然的恶。但是 Life for Me 无讲，
伊讲古约个听是 mutual love 的，互相间个听无，就是我捌你，我听你，去看个听，唔是基督教个听，基督教个听是迄个 sacrificial 必须了，牺牲个听，听人唔愿去听，甚至耶稣伫夜店王殿时，有上帝讲白啊，即个罗马兵唔知因个所在，伊下面，即款叫做 sacrificial love， 但是基督教讲听，基督教个。上帝国的宪法只讲一半，来讲公义。所以耶稣的伟大，就是咱所信仰耶稣的政治学，伊甲咱讲，伊做人若要执政治，知识着像蛇，善良像鸡，总是着提防人。包括这吼，天威伯啊，阿威伯啊，他另外讲着伊的迄个恶德，伫国民党的内面，我都当。到伊就算，从一个拳头给拔掉，从遐欺负台湾人的阿爸，遐个人好好给安抚。迄老七落台，迄偌困难。你若到来后，你看，老七又讲：我要多，我要好的地种，我要好你，啊，我要这油金好你，拢好你。但是一个条件，你唔能做万年国会的议行，你落台。安尼我袂好，哎，真若无地位咧，我都当安尼去做。我找恁像比如，即个彩虹中间，耶稣就是上帝国政治家，所以恁着知识像蛇，善良像鸡啊，总是着提防人，伊才袂来插队。但是，耶稣必定是上帝国的政治家，要插政治来无遐。你若读马太十章。耶稣甲咱讲什么？甲咱讲什么？我来唔是要让地上和平，我来是要迄落刀剑。没有兄弟姊妹相待，没有爸唔认囝，老母也唔认囝，伊个对敌是家内人。今仔日台湾的问题就是伫遮。咱讲共产党是咱的对敌，上大的对敌是遐，无咧认同台湾的军头啦，这是上将。台湾的军队袂小台，啊，台湾的军队战力是零，就是迄款的。咱的对敌是假来啦，耶稣甲咱见到了，所以咱袂记哩讲，要追求一个真理的背后有奋斗呢，有牺牲性命呢，你去读马太十章，读看卖。我来，唔是要让地上和平，是要迄个道德。为了真理，为了自由，为了建立一个人道主义的政治艺术，要牺牲，要受苦，要拍拼。后来，安尼基督上帝国，耶稣甲咱讲，上帝国是福音的内容。上帝国的根本听以外，就是公义 （social justice）。我过去捌甲咱提醒，耶稣为甚物亲自圣殿？伊读圣经哦，三本圣经，讲耶路撒冷的圣殿，犹太教上神圣的所在，一殿堂，该负责拆修。你去看圣经看卖，看有影有影安尼是讲嘛？耶稣讲犹太教的圣殿是拆修。我足济人，我捌听人解释较足好，原来就是犹太人要去圣殿，袂使空手。来提名去献祭，因为是迄个献祭的宗教。善良人一对军教，中间家里个人掠羊啊，无袂使有下厨。高级人贪污，犹太教一个规定，献给上帝祭品，当然遐物拢归祭司啦，祭司一头，袂使有下厨。啊，所以犹太农夫，伊个羊条、伊个牛条。欠钱，欠两个多，安尼一年至少嘛爱一遍去巡礼，去圣殿巡礼，提上好去。啊，这就叫祭司，圣礼人，祭司包庇圣殿上在里面啦。甲讲恁吼，较严厉个，那家己看来无用哦，甲检查唔通我通过。啊，结果。我油条上好，油条上好，我拢未通过，这四件未通过，啊未通过就伫亚罗西岭现卖，俗俗啊卖，我啊，今日
这一条圣殿的神明人面，要买着家己的羊啊！啊，即阵我叫你来，啊，我想着我买，啊，贵贵啊买。耶稣讲就是阻碍人入去上帝国的一个小的手段，安尼圣殿就变作杂修无，当然是啊。几十年来，这种的杂修要哪改变？耶稣就讲革命啊，手段，但是无老会。耶稣认识啊，做边这个点，变脸转换钱的人，都因为当时要向上帝，该杀的头的钱币袂用的，来积极等待一般钱币才会。官山遐个白舍神龙信徒的遐个啊，遐个生理人啊，这个特调出去。但是耶稣要做一款革命性的动作，是拢是无老的。伊来甲讲医生，是一个路我得较爱行。你做一个政治家都唔惊死，你若惊死，就唔当做政治家就对了。所以上帝国的政治家，咱也是一个。耶稣有死无？有。我看耶稣，伊做一个上帝国的政治家，伊竞选伊学生，相当用头壳。耶稣竞十二个鸟，上殿也是讲代表十二支派。这十二学生，我有一次用迄做题目来讲，十二学生分做三组，第一组就是并棒球安尼哈，安尼无用头壳。咱一定要用革命来推翻罗马帝国迄款人，啊，足破，啊，拢伫家里里咧做海，伊就到伊遐伫安德烈，啊，啊，哪国到伊遐伫约翰，我叫做雷诶囝，破革命，耶稣就土海人做啦，死诶，但是中一组都毋是哦，耶稣做一个上帝国诶政治家。这也是政治艺术的一项，知识分子。耶稣经一个多嘛，你真够了不起的。啊，你讲上帝，我都看袂到，都用白眼看就好啊。阿辉咧，来研究圣经的，啊，佫一个真够算小数足好。你甲头名爹妈仔，啊，这当然捌字。啊，佫一个研究圣经，有法哩使对。叫做巴斯罗缪，巴德罗曼，这个巴德罗曼话是德曼的囝，叫巴斯罗缪斯，将来叫做拿单业。啊，这组人哦，特别出名，特别拿单业。伊研究圣经，伊讲代笔的话，将来要领导推翻罗马帝国人，来出地代笔的话，一个是比利人，比利人出世，啊，无其他无先例。所以当规日介绍讲，咱五万要期待一个新的国度，啊，要推翻罗马帝国，迄个比赛啊，迄个角色我找着了。伊讲一对，一只，啊，伊个故乡对纳萨勒，后迄个代志，纳萨勒是插手，迄个伊就伫外咧避，迄来出圣地，啊，咱唔知要去圣地。圣地有一座在拿撒勒，伫山仑那顶，吼，我要去两遍。有阵讲，哦，原来拿撒勒会出圣地，就是因为伊是犹太队的招牌。啊，所以咧，我就讲变，甲变，那甲个变袂赢呀，讲啊，你来看，啊，就出来，出来到位，耶稣就登着，耶稣登着那大个第一句讲，你。真正是以色列人，心无愧缺的。用咱台湾来讲，你真正是番薯啊，你也是鸟皮啊，你出卖我。好，咱这个听着讲，我真正当着先帝呢，安尼好，我对你做学生。所以耶稣第二组学生，就是以色列民族。第三组就变两个，你无你甲伊客气。一心一意，拢想要推翻罗马帝国，淘汰小亚国，出去亚述犹太，搁一个游击队员的西门，哦，亚述有够好干。伊现在叫别个大队的时代，十二学生中间收一个游击队员做学生，你有想这个问题啊无？
这组就是一心一意，要叫耶稣去这边，啊，想要坐大位的人，啊，结果这些人对耶稣三言半，第一四方就是犹太，最后就甲出卖耶稣啊！啊，你要抓耶稣，好啊，好，我对三言半，这白了的，底下一切是哪里来？伊都伫甲抓。这组就是较极端的人，啊，耶稣做一个上帝国政治家，伊招这些学生有真要紧的上天性的意义。当然，耶稣也有法律观。耶稣的法律观就是法律不是人性最后的裁判。你看约翰第八章一节到十二节，这个凡感染罪的人，照摩西法律，摩西为了死刑，安那死刑就到定死。啊，人传到耶稣面头前，要让伊代入罪啊。这个人凡感染要现完成了，入笔嘛，先生，你要安尼拍算？耶稣阿幼在涂骹写字，我编这个圣经注解讲，伊写字就是讲唔通杀死人。那这个定时间法利赛人带因来啊，要甲审判。伊佫我袂听，佮摩西你法都都现行完在定死。伊耶稣佮写的唔通杀死人，啊，最后伊佫唔听啊，啊唔听咧好，一句话问了。所以犹太教徒袂当否认一句经典的教训：，恁中间心人无罪，无犯罪，通大神要将用石头甲钉死。来拢是定时甲法利赛人，听到这句话，鼻仔我咪讲会袂使啊！我讲伊无罪啊！我咧教人讲人有罪啊！啊，对头到尾，遐来拢留了了，敢若剩遐遐人。啊，剩独独一个负责人伫啊！耶稣问迄个负责人讲：“有人定你的罪无？”主啊，无，有人定我的罪，安尼好转去，以后毋通叫犯罪。所以这个故事，我德国一个法学家 Rob Brook 演奏一个法学艺人 ，Rob Brook 是这个幽清的老师的老师了啊，伊海德堡大学，伊有许多啦，那个反对许多啦，所以等于说否定，回个编辑。无教识，落去，因为法律吼有实践法甲自然法。等国家所立的二八年所立的宪法，那是糟蹋人权，互人派出头顶求弱势，迄款的法律国家里面卖差伊啦。用什么来代替自然法？你就落，耶稣就是用自然法，就是用摩西的实践法，我这个负责人免死，这是耶稣的法律观。上帝国法律观就是安尼想，当然啦，耶稣伊建国、建立上帝国，唔是世间的国嘅代志，就是上十字架。耶稣就是一个，伊家己知影，我要安尼去做，我就比别人受较侪苦，该救，唔是讲救犹太人这个民族，要救全世界。啊，所以耶稣从传家彼得对伊了解，彼得个问讲：“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”问我这你讲咩啊？你讲就是啊。其实耶稣是要做世间的王，最后真必结成死的是结点。但是咱对历史来看，耶稣就是上帝国建立者，有输无？哎，无输。基督教。伊历史上被迫害将近三百人，到伫主后313年，君士坦丁大帝，规日是计较真多，叫唔敢，煞将基督教当作国家宗教，安尼新人赢，耶稣赢，安那赢，叔叔啊赢，所以保罗讲是一个道理吼，犹太人。既然看这戆，那戆蛋唔敢咧讲世界道理，但是上帝今日讲这上帝智慧有救赎的恩赐来滴，啊，所以再甲咱讲，基督教是一个输输啊赢，叫咱靠得起来建立一个人道主义、正义伦理的宗教，上帝国
的法律观、上帝国的政治观、真人道主义啦。后来，那咱奥运会啊，拄拄伫十月初七，啊，我的大姊、第二大姊就是栽培我吼，安尼，啊，爸母无记栽培我读册，啊，迄、那个温情像老母，迄、那个大姊啊，十月初七过往已经五年啦，啊。后一边的迄只啊，已经盖棺论定台啦。伊对台湾人的社会老虚，所以咱而且咱既然是一个公益行动教会，咱若看见是把纪念碑上冲的后一边冲。1992年下联建碑二月二四，宣布兴建台湾是把纪念碑。1994年4月30日。就司马辽太郎访问，伊讲身为台湾人的悲哀啊，台湾是属于台湾人的台湾，不是伫中国。啊，国民党是外来政权，一个总统敢讲这款的话吗？所以，伊改变台湾历史是用冷战革命来做。1995年，二月二八，代表政府的五二八事件。会受人家属公开道歉，其实不是伊一个台湾人去道歉，是在中国人应该甲咱认识的才对。1995年，老爸就是伫美国华盛顿大学用民主所用，用在发生。I knew it was people in my heart， 用这个做题目也来演讲。嗯，华盛顿应该比较先来演讲。伊就弯东菜，伊正做第一届民选总统是1996年，伊宣布台湾甲中国是国甲国的关系，这是就德国电视台访问安尼讲的。中华民国的领土只有台北金马，伫伊开始讲，但是讲出来的是违反宪法咯，伊敢讲，真无简单，所以人讲伊的。这个是民，是叫做廉洁革命。2013年3月18日，民进党陈水扁胜选做总统的时候，政权和平转移，哦，迄是足无简单的呢。统治40-50年的一个国民党的压独裁政权，要交一个要尽足社民进党的阿扁啊做总统，那是一定是无可能。所以廉洁革命。到底阿扁啊，和平政权和平转移，伊要来做一个巅峰。当然，伊和我们阿扁是国民党的董主席。我会记得，伊伫迄个农博会做专栏的时候，有一遍伫台南市内面，这是伊跟总统啊有做一个开会。当时领导这个开会人就是郑志玉教授。那边的会议事后，伊把我偷讲，伊说：“伊用叫我名，我讲，你知影啊？李廷辉，李廷辉是台独分子呢，伊甲咱真同心，要袂做总统哦。哦，这老蒋介石知影哦，伊永远就袂做总统。伊正式做总统是1988年，蒋经国逝世，所以我看伊。”伊在历史上，这有上帝好意思啦，无可能会安尼想。2013年3月18日，民进党陈水扁总统胜选总统，迄时啊，伊安尼完成伊的连任革命。2001年6月24日，再度访问华盛顿大学，主持李廷辉啊科学中心的教务典礼，创办军七会啊台湾团结联盟大联党。但你注意的是2004年，伊积极参与手牵手护台运动，伊个孙乖，美国个孙啊，就死个。啊，有哪甲我来这个，来迄、那个孙文纪念馆遐，啊一个我啊，阿扁啊，当选阿扁啊，当选啊，这个囡仔真古锥，坐飞机个时要跟你画阿扁啊，当选，佮等伊到美国要跟你画阿扁啊，当选。啊，个人家动手，
啊，所以这边咧运动，那互咱啊真大的纪念。咱去看去，啊，伊的这个晚年的时，啊，伊伫2019年十月十九公开支持蔡英文总统连任，但是真可惜，今年的就是这边，因为伊呛伤，啊，就住院，气焰真伤重，到7月30日，暗时7:24离开世间，告别，上帝予伊足长岁寿。那是台湾近代史一个真奇迹的人，民之所欲，用在我心。I do it with people in my heart。这是一个会当注解我的地方。政治是人类艺术，一个典型的代表。那我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。啊，咱安尼讲遮济，嘛得做一个结论。这结论可能当时也会骂人，不过请咱较进来。尽管台湾历史上有过两遍的本土政党轮替，但至于总统的时期是2000年到2008年，调小亚大，伊政令会当成长。蔡英文总统执政时间是全民执政啊，2006年到今仔日，但是多数管区还阁是国民党执政，亲中哦，亲主张。啊，中国统一的迄、那个势力也搁伫。问题是，国民党即个外来政权，伫目前台湾社会，不管是道中前三代，拢无得人暗靠，因为亲美、亲共、反美修台。我主张台湾，我伫学校咧教书，我是台独分子啊。若唔惊，个是我的个，但是我，这是反美，修台本身，要不离开国民党者。无怪反共政论家周仲谦讲上歹的中国人，伫台湾。你看2000年的这8月12日，自由广场 A1 版吴志忠的文章就红掉，其中马英九、江启臣、杨志荣拢在咧。近日联合报的当值王浩然佮大骂台湾人真可恶透顶，你台湾人真可恶，就是。你阿婆创办人王振国，伊查某囝讲，68岁，伊做伊啊，地位高，嘛前往台北宾馆，哦，啊，人咧对李登辉总统异常致敬，佮化身，自称高等的外省人，伊过关人骂台湾人是台巴子，体育教练吴思怀、柯立荣、陈廷聪，不但是亲中，伊台湾的内鬼。佮边界台湾军队，不，予台湾人饲70多年，到今仔为止，也袂晓感恩。比我有些话通讲，但是台湾的基督徒，下面呢，嘛，顶王人道主义的政治品质佮健全的政治品质，会当伫台湾的社会，会当实现。不要紧，慢慢啊实现。愿上帝帮助咱台湾，予咱对这历史上三个先知，第二以赛亚、第三以赛亚，这跟着做一个好。耶稣基督的上帝国的政治观，甲美国总统这条人所做的代志来做一个纪念，因为伊是基督徒。别人咧孝良，咱应该以公义兴隆教会来给孝良三个阿头来祈祷。因为我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给我的机会来延续政治是真多艺术这个题目。我阮知影，今仔日台湾的主见，希望你任命我，或者台湾人的卢总统来领导我。但是今仔日，我伫看见派出兵，逐日用战斗机、用战术机伫台湾海峡。甲台湾南部伫咧威胁阮、威胁咱，亲爱的弟兄们，求你帮助阮，阮台湾伫太平洋成做一个不停的航空母舰，伫伫只阮在发扬光大，不管是政治，不管是经济，不管是宗教，我阮会做世间的光，来荣耀上帝。阮公益行动教会虽讲是小小，
毋茫当过阮的声，毋茫当阮的努力，予台湾的政治品质搁较好，搁较有人道主义。放弃大家会当知影迄个人道主义政治品质的可贵。那阮伫即时也要孝念前夫张若娘，已经予你剪掉到伫伊身躯边，刷伊世间一切劳苦。比你到前夫张若东在，现在一时死去淡花，啊，心内未免真孤单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你甲伊同在，安慰伊，帮助伊，予伊坚强，也帮助阮所有公益行动教会兄弟姊妹家庭。受你的引带，我勇敢可以去做你的儿子，祈祷靠主的圣名，阿门。